今天杀青了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今天杀青了，我觉得很开心，然后非常开心遇到这个组所有的团队、制片以及导演还有演员们。对，我觉得是整个拍摄虽然说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现在那个杀青，我们做一个抽签。OK， 抽签，随便是。对。这签里面有什么吗？先跟我说一下。抽有什么？这什么？平安符，一个保佑拍戏平安。哦，谁送我的？狮子团。哇，谢谢。这是哦，消免一切灾难。哦，谢谢，非常好。继续抽下一个签吧。哦，还可以抽。全都抽掉。杀青大红包，我喜欢，快！哎呦，打手了，痛！大吉大利，我先给。哇，好大！天哪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可。来下一个，还有啊，我抽完这所有吗？对珍珠糖说一段现在，很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，然后接下来还要进组，然后你们可能要继续叫什么？之前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叫什么空巢？对，你说等待我，对，然后就说要。继续等我，但是会接下来会有三个舞台嘛，然后这三个舞台然后都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。对，还有吗？还有宣传博头像更换，宣传博头像要更换，更换一次宣传博头像的权利。你要换吗？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头像。我已经忘了，你老换，我怎么自己老记得？我感觉你总换头像，那我换，我先看看，对，然后下一个啊，再拍一部戏，马上就要进下一部戏了 ，OK， 然后再看啊，胶卷相机八个，请交。拍摄组好像没拍，就那当天刚寄过来拍了一拍啊，回头拍一拍。给你准备了八个胶卷相机，记得一个星期拍一个胶卷，然后交一下作业好吗 ？OK。自拍、他拍都行。嗯。杀青大吉，大卖大卖，哦可，嗯。啊？怎么？大卖大卖哦，还有大卖，哟，可以啊，来下一波。嗯。对狮子团的工作看法以及意见，还好吧？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现在都是按着我的行程去走啊，然后包括日常一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。意见回头思量，没有，好像真没啥意见。再来一次，我的天！还有这个，透露一下，是这样的。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得到我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得到我。OK， 九宫格自拍，谁九宫格自拍？你微博叫一下九宫格自拍。我微博叫一下九宫格自拍。因为你抽到了九宫格自拍。我抽到九，你让我全抽完了，我就必须得抽到这个呀。那这个我看有没有库存啊？然后再往后，十八宫格自拍，疯了吧？自己拍，我跟你说。一般像这种就是什么九宫格还有十八宫格我都不会发的，你们就自己发吧。然后杀青小红包，哎，还有小红包，看看给我。拍图片最多三张就好，图片不是要多，要的是金。这个也可，我回头都去兑换一下。最后一个啊，再拍一部戏，好，没问题。那记得把十八宫格跟九宫格交一下啊，图。十八宫格和九宫格听不见。那个 cos 你要不透露一点吧，因为 cos 红毯上会介绍的，你只要走红毯就会有主持人介绍。有主持人介绍？对，他会说你是谁。让他们猜吧，先好吗？行，好。反正我喜欢的动漫那么多，你们猜得中算你们有本事，绝对猜不中这一次。